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在哪里？德阳。现在是在德阳石窗，银华大峡谷漂流。银华。后期扣一下，银华大峡谷漂流。准备好了吗？管够吗？一人只能拿一个。一人只能拿一个。多了水。看看拿盆吧。那这个盆一晃这水就洒了。当然了，这个水枪可以插进去。不起来，都飘不动，然后还得下去走一会儿。这会儿漂流啥样？哇！这个太狠了。怎么这么刺激吗？我们那边漂流不是这样的，我们那边的漂流呢是那个水很平静，有的时候可能有的段你还得下来推一推那个船，然后你下的时候那个水大概就到脚踝这种样子。我只见过这种漂流，我哪知道漂流还能这样。抓紧扶手啊，不要松手。你在前面，头一仰，大家就知道了。我是一个毫无控制能力的人，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把自己交代出去了。我感觉在那个船上，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抓紧扶手，然后任凭那个激流湍急把我冲到任何地方。一股大浪啪拍在这边脸上，一股大浪啪拍在那个脸上。完了，姐，这睫毛又……哈哈哈哈哈！我操！提点水啊！哎，那个盆，我发现最大的作用是往出排水啊。对呀。那这个盆一晃，这个水就洒了。我其实应该带你盆往出捞点水。走吧，战士们。这些傻子。
晴天了。我真的上不去了，你个什么？啊，这都啥呀？我已经跳终点了。淡定，表情，表情管理，表情管理。好亲爱的，水上划船真舒服呀！好享受，好享受。能不能去一点刺激一点的地方？太刺激了！哎嘿，你们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此生要去的一百个地方。想想现在的温度是35度，你会觉得好凉快。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这个沙漠。你保我的镜头啊，你能不能拍一镜头来拍拍我，你看把头上正一正，我的保我镜头，你吧，你保什么心呀，你抬头像个汉子真的，镜头拍一下，好嘞，抬头保我的位置，好了，把我的表情。别歪了。现在那个机位是正的。没不正也没关系，反正我也太难看了。差较大，抓紧扶手。一共多少号？太刺激了！师傅，还有多远？还六号，一共几号？这是几号？这是几号？师傅，一共几号？一共几号？一共几号？一共多少号？啊？还有几个？还有几个？啊？多少个？为什么多少？还有多远？还有多远？这是终点了吗？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受不了了，我们要上去。我想了，不要了，太冷了，不要了。
下面有瀑布，从瀑布下去。啊，不行吗？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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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呗。我想玩。等一下他们吧，你要不要继续？我觉得挺刺激的。还有不到的吗？那不是都下船了吗？我可不去了吗？我的天哪，可怕！因为我怎么说，我比较害怕刺激项目，我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就是我可能去游乐场里面大部分的那些项目我都没有办法玩，然后就只能做一些比较稳稳的那种项目。漂流吧还是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就我挺害怕的，但是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漂流应该是特别好玩的。还有几个？还有几个？还有二十多个点位就到了。姐，你不用扛啊，扛啊，你可以留下来啊，姐，月亮姐，你可以留下来的，我可以留下来的，他说我可以留下来的，确定不危险是吧？抓紧就往，哎，下放下，哎，下面是很刺激的，好，来都来了，你觉得呢？可以，好，谁说不行？谁怕谁？太过瘾了，但是太漫长了。我没玩过漂流，我以为漂流可能也就十几分钟，咔咔咔过几个弯道就下来了。谁能想到将近一个小时的漂流？而且我今天听到了一个更让人震惊的消息，就是我们只是玩完了它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最惊险刺激的，我们没有漂下去，我们没有真正到达终点。哇，我就觉得四川人、德阳人太能玩了，太刺激了。全身下来湿透了，哎呀，特别过瘾，就是觉得是一种发泄。我们为什么会对急流勇进这个长期的这个漂流有那么大的那种这个回忆感呢？就是因为可能参加完这个节目，我们会觉得打破了我们平时平凡的这种生活，就生活有时候也是需要刺激的。